流行的单品一定会有帽子，因为冬天洗长发真的很烦，戴上一顶帽子就能遮住油头又时尚。反正冬天不太会出汗，如果没有异味，真的会懒得换内衣。许多男生都不知道，女生都会不脱外衣直接脱内衣的绝技吧？尤其冬天太冷，在家想要放松的时候，绝对会用这招。一毛炸开又怎样？反正衣服都会遮住它。动新闻，女生小秘密真的很多报道。